观众大家晚安，欢迎来到亚特兰提斯第三口气生存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新系列，我们首先欢迎到我们的来宾艾伦。鱼竿，又鱼竿。我是艾伦，我是艾伦 Alan Wiki。可以问一下 Wiki 是什么意思吗？没有，只是你们也知道那一款游戏嘛？那就是我又很爱睡觉啊。艾伦星星，艾伦星星，哦，有道理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新企划，那我们就是每一集会找一个不同的来宾，然后来玩我们这张亚特兰提斯的地图，这样，那我们就希望来宾可以做一个来过这张地图的记号，像是盖家什么之类的，或者是插一个告示牌在泥土上面，也是可以啦。对啊，好啊，那首先这边是我们一开始船过来的地方，那我们出门之后，外面那边就是有很多木头这样子。可是在要一次求多福，要在水里挖木头，你需要我先给你一个工具这样子吗？讲废话，给我个门什么的也好。哦，我先跟他说。气扣自己，没有，因为你是第一个来宾，所以对你好一点。你可以把道具留给下一个这样子。好啊好啊，赏你一个面包吃。哇塞，我整个很乞丐，我这里，这样，给你桶子。好，安南瑶有调画质吗？有，我今天画质调比较低一点，对，因为对不好再给一个面包，因为我会炸掉。好，那我们跟着艾伦一起来盖家。耶、yeah.。不是、yeah. 我跟着你们吗？我对这里不熟哎、欸。对这里不熟，好啊，那我先带你参观一下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，来这里出来，这里是那个什么，这里是那个那什么九二一发生地点的那个中央地带。你还是跟我下来好了，你还是跟我下来好了。来宾要陪台主一起挖石英。好，这边是我们的田这个样子，然后这边转角处呢，这边是一间储藏室，然后左边是监狱。为什么？你知道那时候我跟黑玉讲这个企划的时候，他就说这间要给艾伦住的。哇！这间给我去干嘛啦？你给我进去！请进，欢迎！你给我进去，这个跟你颜色很大，你给我进去！给我进去哦，我钻戒哦，啊！要不要进去啊？进去！面包。然后这个。我把面包砍断了。然后这边过来，这边是跟刚刚楼上有相通的地方，这样子。对，这边我是摆地狱门跟附魔台书。对。对对对，然后上去就是刚刚你看到的那个地方，这样子。OK。哇。然后这个是黑羽做的什么破破花园？你看，就只有几朵花而已。我有点爽啊。对对对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 ，OK。那你有想要把家盖在哪里吗？就要拓出去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从阶梯下来，然后往左往右拓都没关系，反正这现在整张地图都是你的。真的、哦、那么嚣张？当然喽，你要盖很大、哦，你要盖很大吗？没有啊，我盖那么大干。这里是挖木头的、啊。对，这里是挖木头，这里可以挖木头。种树地方。啊，种树就要挖木头啊，不然你要干嘛？对啊，所以我说可以。我看到聊天室说我一定要跟景阳，因为不知道黑羽什么时候会把我推进去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你小心跟他走在一起。这么黑暗的人，是不是？还是瑶比较可靠，人又长得帅，对吧？他自己往下走，他完全不想理我。哎、欸，超不，刚才那一句接下去，我不晓得会怎么样。然后这边是那个甘蔗田，对，然后，我靠，过来我这边一下，太高了吧？可以过来我这边一下下。好。然后这边，然后里面，这边连过来是，这边连过来是地洞这样子，对，这边就是打野的地方，打野的地方 ，CG 啊，对对对 ，CG， 这边下去就是漫长的地洞，这边就是漫长的地洞，你假赛啦，你在打我，对对对，大概是这样子 啊等一下又想到什么再跟你讲，这样这里很容易迷路，因为我们其实不常来这里。好 ，OK。对。然后甘蔗田这里旁边还有个洞，里面还是甘蔗田。好，真的，我觉得好，你可以先决定地点了。然后你看这里可以把它挖开，然后就会掉出一块砾岩。他们在讲废话，讲废话。哎、欸，你也掉下去了，超烦的。算了。哦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陪着艾伦去砍木头吧。好，我决定，我就往下好了，就
对啊，你看，你看聊天室他们都说我最帅了，对不对？看姚吃屎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去砍木头。好好好 ，follow。怎么 follow？好啊，我们来陪着艾伦砍木头吧。发了 ，fire！ 有人是有人跟艾伦告白耶？那真的哎？不行啊，艾伦。90823888。他说，他说，姚超帅。姚吃屎啊？是吗？对，从这里出去。好。啊，你水桶要准备好、啊。没有，这不是晚上，这是不管白天黑夜其实都差不多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会没气，对不对？有、我刚不是有给你水桶吗？还是我没给你？有，你有给我水桶。有啊，就是你对着水按那个水桶的话，它会把水捞起来，然后你就有空气了，这样子。其实你可以不用到外面挖，你去挖我们家好了。没有，外面比较多啊。你盖一个家，总不可能只有那一棵树的木头吧？好 ，OK， 那我树，不对啊，我没有工具。啊，我徒手。对 对, 對，要徒手才有自己生存的 feel。来，路上小心啊！啊，再见。爸爸，抱歉。快点把全家上锁！什么全家上锁？你要把艾伦锁在外面哦！把全家我没介绍 hotel 给他看。安安，有人说这集尖叫会很多，新一代绝叫帝王。为什么？这不是恐怖游戏啊！你不知道艾伦最会叫了吗？快点！你看，我想看一下艾伦的。有了。有，艾伦现在迈出了生存的第一步了。有，他已经获得了伟大成就。努力了啊！哎，小心！水桶，你要放掉，就你。有放掉，对。好，我们艾伦生存老手艾伦。没想到你这样也可以叫。第一次看你台也追水了，你还是艾伦的观众吧？安安哦，你好。首先，我们举办这个企划呢，就是我们会邀请到很多实况主，然后我跟黑羽就负责吸收他们的粉丝。对啊，很会，水智贤超会。没有啦，还是我吸收你们的吧，在那边。没有，当然小心。没有，当然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企划认识到更多实况主，没有就可以吸收到更多观众，不是啦。你很会是不是？企划的黑暗面超级黑暗。有啊，你知道那个叫什么？当观众有一句话传到我这边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最近有新出一个实况主叫艾伦，听说他也很会尖叫，姚你怎么看？然后那时候我就去看你实况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有人说我很会叫，但是还是比不过你。我就想，哇靠，这个人到底有多会叫？你是每次叫的时候都跟那个包租婆用狮吼功一样啊？包租婆用狮吼功，那个有点破坏性，有点强，我可能早就被抓走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家就全毁这样。感觉还蛮厉害的。好，我们先帮艾伦弄一个空间出来好了，这样等一下。我现在看艾伦。你现在看艾伦。他现在在右边，他现在往右走，哇、哦、哇，飞得好远，哇塞，飞得好远，哇，轻功水上漂，你是真的挖木头挖到国外去了、哦？没有，他在你前面啊，他在我前面，可是我怎么看不到？艾伦 ，Hello， 现在是晚上，你刚就说这不是晚上，你在那边，我以为不是嘛，他是啦，对，我今天这开始到底在干嘛？你们好像一直在吵架，没有，我一直是艾伦吵整啊。地震的震，不是啦，我没有讲话。这么震吗？我没有讲话哦。哇塞，你一出现，哇，921就出现了。我想偷偷去地狱一下。我没看过艾伦啊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样。我有看过艾伦啊，超震。你们少来。真没有，我真的看过你，你还跟我打招呼哎、欸，你不要。真的哦。对啊。最后你。啊，我知道那个什么。我现在看到艾伦在抽血，艾伦，他死了。艾伦，你今天 Twitch 了？艾伦今天那个有一些地方水没办法抽出来啊。艾伦今天 Twitch 了。哦，快点让我回去。对吼，他不能回去，黑羽你传他一下吧。哦，我传他。
他们说艾伦什么？艾伦的头发颜色超棒，你们有看过了？哎、欸，对哦，好像有，对不对？他应该说的是 Minecraft 里面的吧？ Minecraft 里面是一边一边那个一边那个，哪个啦？一边那个颜色，一边那个颜色。哎，为什么水桶？这水桶坏了？没有，你要对地上有水。这水桶坏了。行。玩充值那么久，我还不知道水桶会坏掉。有一些地上会不行啊，有一些地方会不行。你要到各种地方试试看，把它放下去，这样。在各种地方死，这样吗？对啊，没错。有人说吵架就是摇和黑与时光的方式。我的句句硬硬的安安。那是观众名字啊。我知道了，我又没讲什么，你在紧张什么？啊哈！我看不到爱，我看不到爱人，他在哪里、啊？你刚刚是不是讲想讲爱什么？没有啊。所以等一下那一间真的要给艾伦住吗？这样他就不用盖了。说那个监狱吗？好啊。不要。你知道我大概我亚特兰提斯玩了大概30集左右，然后大概25的时候我就跟黑羽提了这个企划，然后就说那我一定要盖一间房间给艾伦，然后就要盖出来就变你刚刚看到那样了。很糟糕的名字中在哥达的地方。没有，哥达是要把它种下去的。我原本只是把它做成监狱，还有床跟音乐盒。艾伦、嗯，你认识白刃吗？白刃是观众吗？对，因为有人叫 我做过他的小名片嘛。有人叫我跟他说他是白刃，你要跟他讲一下、哦，那是你的观众。哦，嗨嗨嗨 ，hello， 嗨嗨嗨，你看随便，没有啊。hello， 所以一直说我要唱一首歌吗？哎、欸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哇，来宾唱歌哎、欸，我们的福利。为什么不是 Hello 你好吗？是要唱这个吗？都已经是 Hello 了。哦、oh, ，我长知识了。完全不想理你。我现在很努力在砍木头哎、欸。我看得出来你很努力。艾伦，你可以看家里后面有一间 Hotel 是我盖的。哦。嗯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不然 hotel 就给艾伦住啦、啊。第一集来宾是不是特别好啊？可是里面都是水啊！里面都是水是怎样？他根本在报复，他根本在报复。我还没把水抽干，不好意思。太过分了！台风刚来，我就要一直拿着水桶伸。我们可以来吸收观众了吗？差不多了，是时候了。是时候，该是时候了。哦，虎宝也有在哎。当瑶不尖叫的时候，就不是瑶了。嗯，哦、oh, huh. ，这一定是虎宝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哦，瑶你在哪、啊？我在你看不到的地方。我不是应该帮艾伦盖房子吗？我们应该……哎呦，哎，谁？不要冲动，是我。那个是瑶都不理我。Handsome Bear 0103。阿里嘎多，谢谢。这 ID 我好像在哪里看过，吓我一跳，这是你的观众吗、欸？没有，好像那阿谦那边也有订阅的样子。哦，真的吗？感谢，哇！啊，对啦，是阿谦啦，不是啊，不是吧？什么东西啊？不是阿谦吗？阿谦订啊 ？A 开头的、啊？不是啊，我是说上次你跟一个人说我什么，他可能连内心都是黑暗的啊。对，那时候阿全哦，01，对吧？对，阿全啊，感谢，对嘛？是不是有没有？有。我记得阿全那个、啊、是菲菲 ，Hello， 谁 ？F L F Y L， 应该是吧 ？A L N T A U N Filio， 哎呦，拿铁也在，为什么我只听到亲爱的的声音？谁啊？谁啊？谁？我怎么知道？哦，兔子啊。不是啊，这是艾伦，这不是兔子。你不是啊，刚刚你的订阅啊，干。哦。好啊。哦，是右右。左。谁？哦，是时候了，是时候了，吸收观众了。已经吸收啦。已经吸收了。感谢。不是我话题跳太远，是我一直想不起来是谁，你知道吗？阿谦的那个 Twitch 名字超长的，好像叫哪有 Evelosana， 那是谁啊？臭北，我应该没有念错吧？可以问问阿谦。
你可以问问艾伦，可以问你啊，你艾伦不知道，啊、你不哦，好哦，怎样啊？你好像小屁孩哦，怎么办？不是我想呛你、啊。好、啊，然后小屁孩最喜欢这样了。哦，我要告老师。哦，哦，告老师。然后进好课的时候。啊 no！ 对不起。啊、真的是太白痴，有必要这么夸张吗？没有啦，悠悠，我没有忘记你，只是我就是对，就是怎样，就是怎样，就知道，就记得，我有记得你，可是我没有啊，他忘记你了啦，挑拨离间，闭嘴，挑拨离间，超级挑拨离间。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，六十四乘以十四是，我看一下哦，算一下，六十四乘以十四，896，然后刚刚那边有几个？896加35，什么？是要你是你要你欠我的钱吗？不是，是还蛮少的啦，嗯，哦，是吗？少了四 ，OK 啊，那就那就这样，那就这样，赶快付啊，给我。我又没欠你，还是妖。哦哈，黑羽必须死！我看到哦，对 ，B 某 B 某，刚刚瞬间啊，哦哈，哦哈，哦哈，哇，还有一个那个，哇，都是你观众哎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为什么我台都没有艾伦的观众啊？我好难过。因为艾伦。分享摇的，哦，真的难过了。原来说，所以吸收到都是在我这边，你吃屎吧。我想说，为什么摇的都可以到艾伦观众，我这里一个都没有。发现兔兔了。哦，所以那个是兔兔吗 ？Hello。S H 的。对对对，我知道。安南，难过，我真的觉得好难过。黑羽下次有个计划，然后你，我再从你那边分享。就是下一个计划应该要蛮久之后了。OK， 牙都不理我。哎、欸，这个是虎宝吧？这个是虎宝吧？啊，好好哦。天哪！这不是从艾伦那边吸收观众，你根本是从艾伦那边吸收钱吧？我没有，哎、欸，我没有叫他们来订阅我，你不要这样子哈。你就。只是说，哎、欸，不要订阅我，那个订阅我，你不订阅也没关系啊，我不会觉得说怎样啊，也不会说特别不理你。你看，他眼红了，他眼红了。有人说黑羽不能吸收了，对啊，我难过。摇那么吸收，不是上次那个什么，我和林行啊，就赌一瓶饮料，说我开台不会超过50人。结果他一去 po 文就200个人了，你那边小看菱形哦，菱形粉超多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宝贝耶。是赌一餐啊，我想起来了。赌金沙？一餐。啊？你跟他赌什么鬼？一餐。一顿饭。哎呦 ，OK。你跟他吃饭啊？哦，没有，是一群人。那就好，记得分艾伦，好啊，没问题啊。我们等一下来跟艾伦那个 settle 一下，今天收到的钱要怎么跟他分享？哇塞，还可以分红哎、欸，对，那么好啊。哎、欸，不是一次150嘛，杨，你就刚好刚刚如果有3个人订阅，你就刚好3人，然后我们去买一款游戏，然后下一款活动。哎、欸，拜托，不会想这个系列才第一集而已，我们才刚请到第一个来宾，你就要执行下一个计划了吗？这么快哦，哇，不持久，不持久，一次可以出两个计划。你看这男人不持久，是吧？我这叫好高骛远，好高骛远，好会。那天的牛排，你跟宁馨赌牛排哦？对啊，好像是。哇，他点名，你怎么都没跟我赌这么好？你跟艾伦赌一下好了。赌什么？赌说他 po 我，我不会超过100个人吗？我这次不敢再说50个人吗？你许混蛋，你就骗我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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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迟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谢谢。这是我刚刚在我家里挖的。然后看艾伦台，我觉得艾伦很厉害的地方就是，他几乎每一个留言都看得到。然后我也觉得眼睛看超快，有时候你的那个留言洗超快，然后你还是每个都回得到。哦，因为我常看那种书，我很喜欢看书嘛。看什么书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就是小说啊，国外的小说、啊。什么小说啊？
正常的小说，你们在干嘛？你说，我说不了你，然后你们没有，不是，觉得我会看什么书？不是不是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们每次只要跟林林讲到我们在看片什么，他就说你在看 G 片吗？什么什么的？对啊，他脑袋里面好像就是有 G 片一样。我没有啦。要订阅我，好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这个，哎，刚你说他叫什么 ？Handsome Bear 哪一个？佑佑，哦，佑佑，好，哎，佐佐，不要偷我的梗，不要偷我的梗啊！艾伦没有开台，他说他不想要开台啦，我没有那么凶啦。哦，所以你真的不想开台吗？好，好、哦，你们很烦，明天才开台，你们我快疯了，这两个主持人，好强啊！就第一集来宾先被我们逼到崩溃，完蛋了！那以后没有人敢来我们节目了。就我会把他逼到崩溃。我要去开始确定我要住哪咯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啊，那个、哦，那个、哦，摄影机要跟着我吗？好啊，我在跟着，我跟着。啊，不要！我现在跟着一个半头半黑的人走，嗯，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不要想不开哦！不要杀害动物、哦，不要破坏农田哦。我没有那么那个，对，哪个？哇塞，他挖石头真是哇，真是标准啊！哇塞，就是这样。哇哇，对对对，挖石头，首先我们要先拿出我们的稿子，嘿，然后拿出稿子之后呢，我们要轻轻点一下左键，然后盯着艾伦看。啊、是什么？好、啊，赏你一个铁稿。来，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啊谢谢，那给你一个红萝卜啦。干嘛啦？十。好莫名其妙，你走开。吵架。把这打。有没回我？没关系。可以把主持人打昏吗？不行，打不行。请问 Twitch 爱心是什么？哎，爱心是什么？爱心好像是追踪，是不是？有人说，对，爱心是 follow。说来黑羽这边，因为可以看到艾伦。好，我有啊，我现在也在看着艾伦啦、啊。你要我在跟他近距离吗？这样子吗？我把你杀掉，你就看不到了。你打到艾伦的吗？不要打、啊，不要打、啊，你打到艾伦了。Yes， 艾伦是我的。你们在干嘛啦？为了抢摄影师的工作而吵架。你好变态哦！我真的觉得。我认识阿七吗？听过啊，听过啊。我们好像两个那个尾随人的那个。你还要来吗？你还要来吗？好好，算了。白痴！哇，这挖木头，哇，挖泥土技术，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你后退一点。好，我后退，我后退。白痴！进来。订阅我要多少？订阅我挖掉，我帮你挖掉。不行，挖掉。接近150台币啊！我给你，我帮你挖掉。没有。哇塞，哦，你看他右手，哇，敲得多快啊！哇靠，哦哇。这样，你盖家盖到一半，可以随时把你旁边那个做掉，我不介意的，真的。我真的很想。他没有钻剑，我才有。不要让艾伦不开心，你不要等一下你可能实况结束之后，让你去靠北实况看，满满都是靠北黑羽。别让艾伦不开心。你看，我帮你点亮。吓我一跳，我想说我挖到眼睛。不行，没收。超过150，超过吗？15差，对 对，差不多差不多。把它没收。今天缴卡费还不能订阅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那个不重要，真的。观看取代订阅。有人说艾伦挖石头样子好可爱，我靠，跟我和游戏有什么差啦？好，我们现在选美大赛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艾伦挖石头跟黑羽挖石头。脚在挖石头。我你还眨一只眼这样，哇，很俏皮的猪。由此可知，你的平衡感应该不错。我只有12，没关系啦，那没差，好不好？你看到艾伦是在高雄那个吗？啊？那什么？就是团聚吗？台聚吗？